是王孟超，台北艺术中心筹备主任，同时也是舞台设计。我是剧场的编导杨景祥。哎，我要讲什么？我要挑战王孟超老师，那个台北艺术中心到底能干嘛？未来台湾有这么多新的剧场，杨景祥，我要挑战你的是，这些剧场你怎么样去玩它？我是王孟超，我要挑战杨景祥。我是杨景祥，我要挑战王孟超。